近日，一个被关晓彤妈妈亲自钦点的助理在论坛吐槽了点事，经纪人很快就找到了这位秦助理聊天。据说秦助理的爆料整理出来的就是工作中自己像是关晓彤的丫鬟，给她洗碗洗衣服，在片场给她打伞举电风扇跑来跑去，被批评跟明星聊天，然后觉得委屈，跟其他艺人的助理吐槽到半夜，第二天就被炒鱿鱼，工资每月4000，工作了7天，其中1天休息，觉得被辞退是解脱。早前关晓彤在快本上欺负马思纯时，很多网友就已经表现出了不满。节目上，关晓彤扯个皮筋惩罚马思纯，把皮筋使劲扯得老远，果然把马思纯的嘴角都弹肿了，之后还扯衣服扑倒。网友表示，玩个游戏见人品啊，这么认真努力是有多大仇。之前在节目上唱歌，沈梦辰想要拉关晓彤的手也直接被无视。小编认为，一名合格的明星助理首先要学会任劳任怨，其次是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，然后是提高工作效率。助理自己如果有什么想法，也要光明正大的提出来，不要搞这些小动作。要怪就得怪给关晓彤选助理的那位，人家小姑娘也是年纪轻轻的，说不定还刚毕业或者没毕业呢，怎么能让人家干伺候人的活呢？别人是给你打工，不是卖身给你，怎么能让别人感觉到被虐待呢？